一个消失已久的机关，一栋隐没的建筑物，到现在还会影响着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心灵吗？ 1950年代的无缝山地治安指挥所、山口查验站、无缝电台已军营，如今已成为灵务局员工宿舍、灵务局档案室与停车场上的空地。即便物换星移，人事已非，历史迷雾依然随之在旁。 成立的时候是在228以后才成立的，为什么很有印象？同事看到那个看板，他们的那个看板啊，不，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火车到奋起湖的时候，所有的旅客都要下车，然后排队的一个一个检查身份证。 因为47年，47年中秋节前后都在分析府。我们那个是排的分析府，就是那在那个地方组分散收房的是一个连，一个连就是一个步兵连嘛，一个步兵连大概是100，那个是兵员不足了，没有，应该是140几个人，大概只有120几个人，大概是到120个人。 我讲的那个地方原来是营房，是阿兵哥住宅，营房，那个办公室等于指挥所是在另外一边，在救火车站那个救火车站的对面，就是现在电力公司还是之前嘉义林管处奋起湖工作站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平交道上来一点上面的停车场。 上面的停车场那个面对的右手边有几个台阶，是空的啊，现在是空的。那以前是营房。阿里山一个排，阿里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排，说了一遍。阿里山一个。阿里山是步兵第三排吧？我们是连部，我们说分局是连部，连部呢，因为没有步兵嘛。 对，就只有一个炮排，一个配去连连连连炮的炮排，跟我们住在一起。连部是在哪里？连部就在一起，连部就是连长、副连长、指导员三个人。在奋起湖。是吧？那个另外一个排就是山下那个是吧？那个是有第一个站呢。北门站。不是北门站，没有到没有那么近呢，不是一到山区下来。朱祁啊。 是在朱祁府进门那个是，朱祁府进一个排，另外还有一个排，他们不晓得调到哪里去了，一共4个排嘛，3个步兵排，1个炮排，一个连部，维护山的安全，不是平地的安全，不是那个，是山上的安全，对，没办法，那个时候山上上山区还有什么入山证啊，什么手续啊，很麻烦的一大堆嘛，但又很多人偷偷摸摸上山嘛。 我们就专门防那个是偷偷摸摸上山的人啊，是官老百姓以后、军人以后都管，都不准去。为了管控山地治安，从1950年到1959年，首先成立了8个山地治安指挥所。 后来扩充到12个，除了管制进出山区的人口移动，主要的目的在于防止匪谍出没山区，防范匪谍在沿乡山区进行颠覆政府的活动。
混起湖应该不是周族的领域，第一个，因为这个混起湖的聚落的形成是因为火车开通了以后，混起湖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最主要就是铁路的员工，大部分是北部的客家人，再来就是底下有一个叫做顶不纳镇，顶不仔就是现在的大华。 大华光华村那边的人也往上面来啊，有的因为刚好这个是中间站啊，同时这个刚才讲的两个部落，这个混起湖以外，往上面走就到太和，太和过去就是来吉，乐野这边的话，石桌有一个部落，石桌。 下面是乐野，乐野还可以到达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三层的什么小集。迄阵我国小尔，国小的时阵，迄阵国小唔在五六年尔。 我那里就来啊，上来就是我是了，行行做行做行做做煮饭啦，行做煮饭，所以来这徛了这，目的是要干什干什呀？是咧遐遐做煮的饭，哦，未少人哦，未少人，咪四五十个人，哦，啊，这很侪了，哦，好，佫做做做做资金的，佫一个做啊，资金嘛算算算好，行行。 惊人惊犯嘛，惊犯来，一方面就是干是山地同胞嘛，啊，一方面是干是讲惊来惊遮人个犯。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吴凤指挥所的位置，吴凤指挥所就是在奋起湖，那奋起湖就是阿里山铁路哈，这个是殖民中外日据时代盖的哈。 从嘉义经过竹崎，然后一路往上，然后呢直达到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奋起湖是它的中间大站。那奋起湖呢，这个距离这个乐野部落是最近的。大概过去呢已经有一些产业道路，只是部落没有人有车，所以只是这个路比较平，所以从乐野到奋起湖呢，大概啊。 步行呢，大概一个小时，按照原住民，如果是慢慢走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会到。那通常我们走一个小时，大概就到了。那乐野是什么呢？乐野部落就是228事件的阿里山基地的所在。就当年228事件包围水上机场，也是搭这个火车，从水上机场把枪炮弹药虏获的全部是阿里山铁路，然后到奋起湖下车，然后。 放在这个乐野部落做部署，然后留有一个班兵，然后留在奋起湖，然后这个这一班呢，还有一个炮啊，对准下面第一个这个隧道啊，就防国军啊追上来啊，所以那时候啊，所以乐野跟奋起湖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近，那然后这个乐野再进来呢，就是。 达邦，这是吴凤乡乡公所所在。那这个达邦村呢，包含周族最重要的核心部落，一个是达邦部落跟特富野部落，这两个合为一个村。然后在里面有一个李家村，这个是目前最里面最深山的。到曾文溪的下游这个地方是，也是老部落这个三美部落。 那再往南呢？现在的新美跟茶山呢，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可是高医生所向台南州台南县长申请的新美集体农场，就是这个地方。因为过去这里就是日本的牧场，这个是作为支援他们发动南洋战争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后勤的一个提供肉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牧场。那后来。 啊，这个高医生呢，就申请把它列为这个
新美的集体农场，那现在的茶，新美村跟茶山村，这个都是在民国六十年以后才成村了哈。那在这里是来吉，这个是唯一在阿里山铁路北边的，但是也是不同的流域。那这个呢是十字村，无凤乡的十字村，那也是这个如果你要坐火车到达班或者是来吉呢，就得要在十字村这个站来下车。那它之所以成为十字，就是铁路跟达邦村跟来吉村的步道成交汇的十字，所以就简单讲十字村。所以以当时对外交通最快的这个阿里山铁路来讲，这个三地指挥所设在无凤乡是有道理的，这个是最靠近他所要监控的乐野部落，这个是过去的阿里山基地，所以这样的一个进出是非常的快。那当然指挥所裁撤之后 所需要的山地监管的这些任务呢，就回到主曲的这个分局来去持续这样的一个监控。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在这里那阿里山公路呢要到1982年以后才开通，在那个之前全部都是步行。那住在南部的尤其是山美，他当然不会，他要说走到火车站还不如直接走到嘉义出口，这个这其实也有一些古道，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交通状况。1950年10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成立了8处山地治安指挥所，无凤山地治安指挥所为其中之一，指挥官由乡长高一生兼任，实权掌握在副指挥官陈世昌手中。后来高一生在竹崎火车站被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处长林秀銮诱捕，无凤山地治安指挥所是一个公开监控阿里山山区的机关。台湾社会是如何记忆这段历史，又是如何认知威权统治时期的监控系统？陈世昌是因为在分局，我们在这个火车在检查的时候，我也见过他好像是中校的样子。中校当时的职位是中校，他是副指挥官。那林秀文就是少将，林少将是他是在国防部在台北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在嘉义。会惊，从档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山地治安指挥所直接隶属保安司令部，可联络驻军协同。山地治安指挥所可指挥以下机关：山地行政机构、山地警察机构、
山地保干部队、山地青年服务队、山口查验站、森林警察、山地铁路警察以及山地保警部队，任务与组织既庞大又复杂。那那个时候本来叫奋起湖，有那个山地治安指挥所，军人住在那边，对，住在那边，那他们大概就是负责这个安全嘛，就是在他们就是在奋起湖火车站上面，我们就是他讲的47年那一年，我们乐野部落的青少年啊，青年啊，就到奋起湖闹军啊，军人节的时候，哦。93军人节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去闹军，中秋节了，那个时候他也正好在那边，中秋节了那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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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时的山地治安指挥所有任何工作室的往来，有往来，但是很少公务交，很少是真正的公务交那个人接触，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完全任务不同，我们指挥系统跟他指挥系统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搭乘阿里山小火车上山，访查今生的人们，透过他们尘埋的记忆，寻找无缝山地治安指挥所。因为有一个人跟我一个作证，就是那个时候有山地的青年服务队，对，跟姓谢的参谋一起带我的姐姐从达邦走到乐野是一个小时，达邦到乐野要一个小时，然后乐野到奋起湖走路的话也要一个小时，每一个村庄有一个参谋，两条干叫做参谋，就是监视的指挥所的，所以那乐野我不知道几个这些都在最直接就是到我家了到我家的时候拿着枪嘛枪不是放在枪袋里面，拿着这种哎吃饱了没有真的放回吐出来。因为我家海拔比奋起湖大概低700，海拔700，所以我们呢那个地方很暖和，可是到奋起湖它很冷，就好冷啊！等蒋总统来了，怎么还不来那个火车哈？有一点迟到，有点迟到啊！就一直，我们一直在火车站唱那个什么，唱访问大陆去，然后呢，又一直喊口号，对，喊口号，蒋总统还没有来，后来火车慢分了，后来蒋总统中。那个他那个专车终于来了，来了以后呢，那我们都一直拍手，然后我们一直和蒋总统万岁，都没有看到蒋总统啊。所以那一次，他有去，有在火车里面，因为大概是没有出来吗？大概是因为以前这个那个课本有写那个。五凤是我们周主任杀的，大概他怕我们周主任杀他，都没有下火车。那一块地哈，是高医生像。从档案里面，我们看到了1951年的报道，大篇幅的介绍在阿里山地区破获的匪谍案。报道中甚至有乐野村酱油工厂的照片。这个酱油工厂就是那些逃入山区的省工委会成员的藏身之处。
要是来吉跟奋起湖是山的后面，对，所以我们没有会，我们不会从那边上火车。OK， 我们是从十字路。嗯哼哼哼，但是我记得十字路还是有人会，哎，拜托，身份证拿出来一下。每次我们要停下来买便当，哎，有一些人，不一样的人会走来走去。嗯哼，然后往车厢里面探头一下，然后看一下。三地治安指挥所，他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所谓的清乡，清乡嘛，嗯，就是要抓匪谍，对对对，要清乡，它是一个指挥所，然后外带，差不多一个连的兵力，嗯、那个后来我知道大概不到一个连了、啊，大概两个排，对，大概两个排的兵力驻扎在那边，然后就是开始做清乡的动作，因为。真正清乡的时候是另外从外面进来的连队进来。嗯，这个早期我还念小学的时候，差不多在我印象中平均一个月哦，啊就有那个阿兵哥借住学校呢。其实我是在部落长大的，我一直要到。大学嗯，有一次呢，大概是暑假的时候回去啊，嗯，然后呢就参加我梁中参加一些跟族人，还有跟外面来的大学生那个聚会，然后那个族人就，也是我们的长辈了，就主动跟那些大学生说，我们曾经这个乐野啊，曾经发生一个什么事啊，就提到这个，我们那个部落的唐朝人啊。吴义德啊，还有高医生啊，然后呢，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好像特别小声，啊，特别小心又小声，啊，然后就是这个他越小声，我就越专心听了，啊，就是说，哦，那个这个发生什么，反正也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好像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大概那时候就启发我一些好奇。1950年代的三地行政区域划分为七个分区及当时的无凤乡，一共八个。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三地治安指挥所的设置都位于进入山区的入口乡镇。无凤三地治安指挥所就设置于奋起湖聚落，并且就在火车站的对面，以方便管控进出山区的人员。在一道铁轨之隔的建筑物，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史迹点。原住民族从来不曾在台湾的历史上缺席，只是被遗忘。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时，嘉义民兵发动抗争，阿里山地区周族人曾经下山支援，回山上后隐藏军火，埋下了当局长期监控阿里山地区周族人社会的因子。
开始的时候是贪污的理由，去想要把他定罪然后逮捕，最后是一个叛乱。他的叛乱我们几个面向当做叛乱了，一个就是昌邑二八事件，夺取红毛皮的这个军火，对，火药库，然后跟国军发生激烈战争，然后包围水上机场，最后呢再把这些枪炮弹药带到乐野部落，然后为了防止这个国军的这个追击啊，在那边实施军事训练，所以乐野部落也是你生长，对，成长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部落的族人，包含这个全乡、在汤守仁跟阿里山的乡长高医生呢的这个组织下呢，实施军事训练。你看，这么大的事情，对国民党政府当时，就是叛乱嘛，你跟国军正面对决。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汤守仁跟高医生，他们其实还做了其他事情，包含就是提出这个高沙族自治县，这一代的人，再加吴义德村长，还有吴义香这个老师，你看这是不是当时的战后的第一代的州主的政治精英？这些不是被枪决，就是无期徒刑，要么就感化，长期徒刑。原住民会不会怕？州主会不会怕？当然怕。所以他的冲击就是，他们过去所做的这些努力，没有就变成禁忌。他们这些人，对，这个就从这个历史的记录里面消失。你要谈这个，就是你思想有问题。乐野的人被抓走，被枪毙，然后也被关。那个时候，乐野的那个部落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好安静哦。很普。哭也不敢哭。哦、真的吗？是啊，哭，那是眷属啊，哭也不敢哭啊。如果哭，大人会讲说怎么样吗？对啊，你因为年代关系了，你也是飞碟。1946年，高医生俊明保送一批州主学生，就读于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检疫科。15年后，直到1970年代，他们都还遭到调查局的约谈，而调查局依据的是吴凤山地治安指挥所遗留下来的列管档案。我们特别找到了两位当事人的后代，而他们的后代其实对于长辈的遭遇并不清楚。那个就是以前的所谓的治安指挥所嘛，在奋起湖。OK， 人都一定要拉到那边去，拉到那边去问话，然后我附近做翻译。我刚接着前面讲的那个，前面讲的那个就是，他妈觉得不对，那他就在脑筋里思考，这样不行，你照这样。人也会一个一个进去，所以你他就我把这个后来他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你讲你的，我翻我的，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回自己懂事以后长大以后，我们自己再慢慢回过头来去聊，再去做了解，这个到底怎么回，到底怎么。那我后来就是更比较深入去了解整个事件，是因为我家里的照片，因为我很清楚知道留下来的照片一张都没有，他自己居然被收走了。他有没有讲被谁收走？啊，就是当时的，就是治安指挥所这些人员呢、啊，我父亲是大概是民国41年到三美，我父亲从教师，他最后是职务是教导主任，没有当校长。OK， 那。
就是一直 到他过世、啊、都在三美、啊嗯嗯欸、那至于他担任那个就是当初白色恐怖时期的那个翻译、啊、这个是后来听说，之前完全不知道，大概是2007年左右，我听到就是从一个我爸爸的同学，那时候他是一个退休的校长梁义富先生、啊、他跟我转述这个事情、嗯、那个时候是刚好坐同一部车要到台东参加一个活动、嗯、那在路程上他开车，他边开车边讲这个故事。 OK， 他怎么说的、啊、他就是、欸、也不知道怎么起头、啊、他就开始一直在讲这个故事、嗯嗯啊、就 当初就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因为阿里山很多周族的族人有参与过那个去占领那个弹药库，然后包围水上机场。那在事后本来以为是没事，可是后来呢、啊、就是有参与的族人都被传讯到那个奋起湖的前期指挥所，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常常啊，我那时候父亲是在三美国小任教，嗯，那梁义富校长是在李家国小任教，那时候还没有公路，嗯，但是那时候大概日本时代就已经有那个电话那个系统派出所、哦、那常常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打电话，透过警用电话通知梁校长跟我爸爸要赶快去到那个奋起湖的指挥所去担任翻译。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公路嘛，我爸爸要从三美先走到李家，然后再从李家一起走到奋起湖，那个这个都是要十几个小时以上的路程。是啊，所以在路过程当中啊，两个就会讨论好，就是要帮族人讲话，就是我爸爸讲的，他只提到他的恩师被宣布罪状的时候是他去担任翻译的。是啊、哦，对，所以这个是多残忍的事情。那个、对，那个其实是真的考验人性的。Yeah. 但是能有选择吗？嗯。由此可见，在1950年到1959年之间，山地治安指挥所在山地沿乡地区已成完善的建制，作为对山地沿乡进行殖民，其中不乏沿用日治时期的里番政策。山地治安指挥所除了结合军警之外，训练并任用当地警察，拨用专款成立山地青年工作队，将监控的势力深入部落。因为当初在戒严时期，我们的一般的户口它有分三种，就是三种户，比方说一种户、二种户、三种户，三个等级。没错。那哪一年开始担任警察？民国70年。民国70年，我在南庄。戒严解除戒严之前。对对对，然后我76年到达邦。那在那个时候啊，因为户就每一户分个三个等级，一种户有两种，一个是考管分子，二个是监管分子。监管分子就是有刑事案件重大的，对，这些比较重大刑犯过重大刑案的叫监管。那考管就是思想有问题的，思想或者是有政治上有些疑虑的，这些人都列一种户。那每个月要查两次，一次是明查，一次是暗查。就是明查加暗访。对，明查就是直接到他户口去签，然后暗查就是他旁边的人或者是所谓的细胞。那时候有一个叫做一零两细胞，一个零又暗访两个细胞，细胞就是针对那个被列管的这些人，你要随时提供他们的一些思想言行上的一些就是一些状况，对，就是都要做记录。
就是特别是对这些参与过二八事变的这些人啊，大部分都住在达邦嘛，对啊，所以非常厚，嗯，哦，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都是乱写。因为我听说你是那个早期阿里山乡第一个拥有卡车的人啊，所以我想先请问你说，当时你大概什么时候有卡车，然后卡车都是载什么东西下山？以前都是在山场啦，嗯，都是姜啦、笋啦，反正梅子啦，什么东西都在收。以前都是带到外面，好，整个阿里山。然后除了带山产下去，听说你还有带人上来。对、啊，还有带人下去上来都有。对对、哦，那个时候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人，你把他带上来？后来他们知道我是在跑阿里山乡跑车嘛，然后就。后来分级都比较熟嘛，我这个他在山区比较懂这个山区路线啊，嗯，后来分级就叫我去带那些要配合阿那个警察的阿兵哥啊，分发到各村啊，就是分级啊。哪一个分级？驻区分级。驻区分级啊，有到新美、三美、李家、达邦、达邦、来吉啊，哦，来吉也有，嗯，都是两个，都是两个，嗯。你们周围可能就很多监视者嘛，对、恐怕我们自己也不晓得，甚至于说不定有一天你要成为监视者，对，这种状况你后来也不太敢讲嘛。我做过啊，做过吗？我被抓，我被抓，哎，那，你那个时候已经当连长了啊，当连长啊，你对里面营里面的一些一些什么状况什么东西，就报给他政事科嘛，政事保防的嘛。你可能是后来那个。我们讲做细胞了，对对，做细胞了。我是当军官的，啊、哦，我是军，我陆官专修班，陆军，对陆军。他说我的安全资料这么多， okay, 他手一比，他的安全资料、okay. 以前都对那我的安全资料这么多，他说那都没有关系，我只要里面抽一张，嗯，就把我打死了。了解，那一张是什么？记录的是护匪分子吴义德的女婿。OK， 我们阿里山州主的，以前当军官的很多，嗯嗯，都很优秀，都非常优秀。对，但是只有到中校。嗯嗯，所以你们现在到中校上就上不去，因为你上校以后，你可能会接旅长啊。对对，因为旅长带兵多少？对，可能营长五百多个人，营长五百多个人，哎、欸，而且没有重炮，没有重武器。嗯。可是你一升了上校以后，带就那天造反、上校的时候就有能力造反了。对，上校就有能力造反，可是被监控的实在太紧。有这戒严时期，他就是这样子做，都为了掌控每一个状况。所以他是属于警备总部的系统。应该是啊，就是戒严时期嘛。嗯嗯。而且你不写这个，查到那个处分是很严重的。哦。所以你一定要做。所以也是拜这个交通的位置啊，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去监控。或者是要去做调查，以前是拜受这个交通的这种方便，我们很接受到很多外面的教育或者是一些思想的信息的
啊，很容易啊。然后对他的一个各方面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交通呢，就会这个就是说啊比较丰富啊。但是反过来，政府的监控也是透过这样，反过来可以有效的去监控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1958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整并为台湾警备总部。1959年，奉台湾警备总部令，自7月1日起，全台共12个山地治安指挥所及无线电台正式裁撤。除山地速防情报任务为改编的12个山地情报组执行，其余山地治安、山地主训、山地警备等任务移交给山地警察机构负责。后面几乎只有治安指挥所，后面的这个建筑物都没有。这边过去还有一个那个加强班，的部队，对，就是治安指挥所撤退以后，还留着这个加强班的，大概是十几个的阿兵哥在那边，是吧？后来他们这个指挥所解散以后，所有的参谋就退休了。对，退休了以后，有的在乐卖馒头，对，有的到外地去了。像我的谢参谋，对，就是他是娶了我的他保护乡长的姐姐，就到外面去了。我也不太清楚，他就是住在现在电力公司旁边的以前林务局的办公室。有一天他就叫我说，你要不要到我家？我就看到有一张北大的毕业证书，而且是中国文学，所以有知识的人，是有知识。所以我后来我都不敢随便开玩笑了。我说那你跟谁过来呢？原来是他们已经跟那个签过来的。我说你不分情况干什么？他说没事啦，我是随便看一看。后来我问分情况的人说他很不受欢迎的。当消失的吴凤山地治安指挥所的历史记忆被挖掘与确立之后，此处的历史记忆将不仅仅是建构族群文化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讲出那些在威权统治时期下经历过和没经历过的人的故事。让游客知道奋起湖不仅仅是一个观光打卡点，让台湾社会认知这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史迹点。其实不管是哪一代对这段历史的看法都是无知的，因为没有一个清楚的历史的记载，没有记录到历史课本里面嘛，没错，而且过去还是禁忌啊。那么解严以后，这个历史课本也没有改啊。所以不管是老中青，同样对这个历史都是不知道的多。那么最重要还是它的影响，就是它政治上的影响，就是说除了说对这个威权政府的这种算是一种晋升了，他甚至恐惧。
蔡丽丽女士的祖宅就位于三地茶园站旁。他们一家世居在奋起湖，父亲是奋起湖火车站的员工。蔡女士认为三地茶园站的旧址先改成为综合派出所，又变成无缝广播电台，后来还因此结识了周族的两位播音员。对，就是火车站嘛，啊，火车嘛，这上阿里山，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复兴电台，哦，嘿，复兴无缝电台，他专门在，当初我是听他们讲，他们专门哈、哦、要放给那个山地人听的，嗯，嘿嘿，啊，才成立这个复兴电台。哦，所以你讲的山地人应该是阿里山这个。对对，阿里山周族，啊，阿里山周族，嘿，对对对。哦，台长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哦，阿姨她有科长，然后里面有两位小姐，哦，哎，两位小姐是请那个山地人的，嗯，嘿，啊，一个叫可以讲哈，一个叫庄凤光小姐，还一个叫郑秀英小姐。我知道庄凤光小姐好像也是的，庄凤光是住达邦，哦，住达邦啊，她是周，她就达邦一定是周族的吧，嘿，啊，郑秀英应该也是吧，我在想应该也是。以前哈，这个老早以前哈，她是她是派出所，哦，派出所，嘿嘿，对对对，啊，派出所这就是下来就是火车嘛，嗯，哎，她最主要是要巡这个吧，对，啊，后来就迁移到下边去了，啊，然后这边就空着了，啊，空着了以后。那时候好像复兴电台要成立这个广播电台，他要播放给山地人听，嗯，所以说他就把它好像把它承租起来吧，对，把它承租起来啊，然后就弄个电台啊，里面有宿舍哈，啊，有广播，有播音室，嗯，有录音，嘿，就这样。庄凤官是庄富业，庄野秋的女儿，哦，嗯，郑秀英是以前唐守仁的这个随从的女儿，所以她可能不能一个人在那边广播，嗯，所以她一定要有人陪着她，陪着她，他们广播的内容要给那个住在那边上面的，啊，要去看稿子，所以，而且这个稿子是要跟无缝乡的人去广播。奋起湖这个电台在成立的时候，它叫无缝电台，嗯，啊，它叫无缝电台。因为后来我们这个无缝这个太敏感了，对，我们一直拿的不后来就改名叫复兴电台，啊，复兴电台。其实这个电台的成立，而且你像早期在那么山上偏向地区设置这么一个电台，嗯，其实后来我的理解。哎，后来我的理解，尤其我们在之前在谈论这个部分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电台？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政府设立的，政府设立的。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做所谓的政令宣导，啊，对，这是压迫，这是加害者的政党或政权，结果我们就是唯一支持他。开始的时候是基于害怕，可是经过几十年来，他们也忘记那当初为什么要支持，就变成我们长期就是支持他。你要讲在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体制下，会迫使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某种程度，他也是另外一种受害者。对，间接受变成一个加害者的受害者。对对，所以我们真正要看到的不是族内里头的这个被害者跟加害者，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更大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暴力让他们成为这个样。
啊，捏，过来妈妈路，亚达，罗卡西姆过来，古言噶，来大爷，搞木，得两杯诺，阿郎噶，阿郎路，没好。Lalu juga walis nokan.希望我们的声音就像这一道烟一样，可以传到你们的耳朵，可以被你们的眼睛看到啊！马叔，威权统治时期。曾经对阿里山周族人造成的伤害，由史迹点的重现与建制，或能消解历史上的伤痛。更重要的是，在转型正义的路途上，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勇气，以开放的心灵厘清历史真相，朝向和解共生的道路前进。